岁都训练，但非常逆龄，完全看不出来实际年纪。最近他参加实境节目《向往的生活》，在最新播出的集数中，他绑着俏丽的双马尾辫子发型，身穿格纹上衣和蓝色牛仔裤，脸上还戴着眼镜，整体造型非常轻松休闲。这身打扮让原本就非常冻龄的他看起来更加年轻，全身散发满满的少女气息。有趣的是，他录到一半的时候，换用卫生纸垫在鼻梁上面，然后再戴上眼镜。他透露这个习惯是拍戏养成的，因为还没拍到他时，他有时会戴墨镜并用纸垫着，因为这样之后拿下墨镜时，鼻梁上就不会有印痕。画面一出，引起许多网友的共鸣，纷纷直呼戴眼镜的人通常都做过同样的事啊。Bye.